娃娃脸女警花，一个身材娇小的金发女郎，短时间内居然睡遍了周围男性的同事，小旅馆、警长办公室、健身房，乃至执行任务中也要抽个空打个野战，就连警长的妻子都成了他的猎物。事情败露后，小镇上六名警员被除名，两名警员被停薪调查，而女警花的丈夫却宣称正在积极挽回自己的婚姻。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五月的频道。二十六岁的梅根·奥利维亚·霍尔有一个 TikTok 社交媒体账户，在她成名之前只有几百人关注。不过，最近一个爆炸性的新闻让她名声鹊起。她喜欢大秀自己的纹身。这个从小在田纳西乡村长大的姑娘野性十足。她的梦想是有一天成为一名女演员，但阴差阳错之下，梅根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梅根在大学的时候非常的活泼，喜欢各种的运动，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校园里，她遇到了男孩杰迪迪亚霍尔，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就双双坠入了爱河。二零一八年，在家人的祝福声中，二人喜结良缘。不久后，梅根还生下了一个儿子，一家三口购买了房产，在田纳西州的一个小镇上安定下来。 二零二一年，梅根宣誓加入田纳西州警察局，成为一名执法人员。她的职务是一名巡逻官。梅根的丈夫杰迪迪亚也是一名警官，他主要负责当地的一个公园的治安管理。一切看起来都是天作之合，至少从外人看来，这个小家庭和睦融洽，夫妻也很般配。但是人们有所不知，梅根的生活在潜移默化中转变，她的这些行为将改变很多人的命运。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拉威尔涅警局接到了一通投诉，投诉者不是别人，正是当地的市长杰森科尔。市长在通报中指出，在职警员梅根霍尔可能是个祸乱警局的妖孽，他与多名警员男同事有染。当然了，市长不可能这么说，但五也觉得这个市长肯定也是被雷到，瞠目结舌。市长还指出，事情不仅仅是保持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么简单。 他还暗戳戳地指出，这一帮人常常在执行公务的时候玩忽职守，找个僻静的地方去偷情。警察局长不敢怠慢，经过内部调查发现，梅根和男同事的淫乱行为不止发生在酒店里和工作时间，警长办公室也是这些道貌岸然的警察们寻欢作乐的场所。基本上可以这么说，自从梅根的加入，警局内部随时随地上演黄色大片。 另据调查，梅根·霍尔不断地通过短信和这些男同事们互相发送不堪入目的图片，还对人吹嘘自己的同事鲍威尔拥有异于常人的那个啥啥啥。反正这个梅根是彻底将当地警局搅翻天的节奏。根据同事回忆，梅根受同事邀请去参加一个豪华游艇的派对，当时很多的同事都携带了家属和孩子们。 有一个叫做帕特里夏的警官在派对上狂灌梅根的酒，最后导致梅根在游泳池中将上衣脱掉，幸亏有人及时用浴巾将其遮掩。被梅根吐槽的黑人警官鲍威尔开始是否认他与梅根之间有过亲密接触的，他说每个人都知道他有很多的伴侣，还随手向调查人员提到了霍拉迪和麦高恩。但是梅根却和调查人员详细地描述了他和鲍威尔之间的擦枪走火。 并且表示与鲍威尔发生关系的时间都是在工作的空档。鲍威尔在后续的采访中也承认了这一些。可能有人会怀疑，像梅根这样的有妇之夫，难道她的丈夫就无动于衷吗？据说梅根对外宣称，她和她的丈夫处在开放婚姻的状态。她还哄骗丈夫，试图与另一对同事夫妻一起玩多人游戏。 二零二二年的一天，梅根带着丈夫杰迪迪亚和同事霍利迪夫妻一起约会，丈夫无意之间闯入房间，发现梅根正和男警官霍利迪的妻子艾米互相吞咽对方的口水，丈夫没有敢作声，默默地关好门，退出了房间。虽然没有反应剧烈，但也能看得出他表现得非常的不安。 后来参与这起丑闻的男警官霍利迪说：“他之前一直以为梅根是处在开放的婚姻关系中，直到看到梅根老公的反应，他才意识到事情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个样子。”霍拉迪在接受质询时承认与梅根多次发生不正当的关系。他表示，梅根有大量饮酒的习惯，而且有时候会酒驾。梅根曾经用一把空枪指着自己的太阳穴扣动扳机，说这样他就能听到枪声。 霍拉迪还表示，他认为梅根可能患有精神疾病。对于这个混乱的关系，第一个做出反应的是警官麦高恩，他也是那个向市长举报梅根不正当行为的人。 但是他似乎隐藏了一条重要的线索，那就是他自己也上过梅根的床。这名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的警官，在随后的调查中也是丑态百出。面对调查人员的问询，他表现得非常的粗鲁。不过他最后透露出，他曾经和梅根一起去过健身房锻炼身体，而且曾经带着另一名女性一起去过梅根的家中狂欢。随后五名警员被辞退，他们是巡逻官胡安·卢格。 里维斯·鲍威尔中士、侦探塞内卡·谢尔兹和 K-9 官员拉里·霍利迪，当然还有我们的大女主梅根·霍尔和负责告发她的那位倒霉警官麦高恩。除此之外，还有两个警员被停职停薪，他们分别是巡警帕特里克和巡警加文·休伯。这起大规模的辞退事件导致拉威尔涅这个只有四万人小镇的警力锐减。 事实上，根据统计，警局的总人数直接缩减了百分之十二。还有传言说，如果再调查下去，其余剩下的六十二名官员中，应该还有漏网之鱼。目前，该地区警力严重的不足，在职的警察除了巡街，还必须同时接受再培训。警察局长戴维斯不得不向社区发出了声明，他表示。 这些害群之马并不能代表整个警察队伍的情况。这件事情的发生也同时让管理者提高了警惕。目前，他们正在开展积极和正向的培训，希望和当地的民众重新建立起信任关系。而且，他们聘请了辅导员，帮助他们的警员解决这些心理问题和令人困惑的情况。警察局长还承诺，他们的团队将继续为社区提供最专业的保障。梅根的丈夫前几个月刚刚调动过工作。 他先是从公园的管理岗位调动到高速公路管理部门，随后又被调岗到周围的 Coffee 镇上做了一名巡警。他的新上司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目前杰蒂迪亚霍尔的情绪稳定，而且他还是个不多见的好男人，因为他正在尝试挽救他和梅根的婚姻。自从丑闻发生以后，梅根尽量避免出现在公众视野。” 当地的新闻记者费力地围追堵截，巧妙地和他偶遇时，问他是否对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有一丝丝的后悔。梅根耸了耸肩，告诉记者：“现在我只想往前看。”言语中，这个奇葩女子貌似只在乎自己的感受。她看样子从来没有想过，因为自己的放浪形骸给其他人带来了伤害。当然，那些曾经围在她周围的道貌岸然的警官们，也都是让人恶心和反胃的蛆虫。 整个丑闻事件一经爆出，国外版抖音上一夜之间多了很多短视频来嘲笑这个事件，各色人种纷纷装扮成警察的模样，跳起了魔性的舞蹈，还配文说：“我在去应聘警察的路上。” 这种丑闻事件实属罕见，表面上是梅根·霍尔这一块臭肉坏了满锅汤，但是细想一下，那些选择上梅根这条破船的男性警察们，也绝对不是什么无辜的小白。美国警察这个行业到底水有多深，我们不得而知。但梅根的故事极有可能只是行业中的冰山一角。五月还想称赞一下梅根那个勇气可嘉的丈夫。 在明确得知头上顶了七顶绿色的帽子的同时，他还在努力的维护自己的妻子和家庭。也许他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吧。我们这里不妨做个小调查：如果你的另一半选择在众目睽睽之下背叛你，那么你还会原谅他，与之继续生活吗？好了，今天的故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纯粹是一个八卦事件。最近上传的案件故事都被黄标，不得已做这些八卦新闻来维持，不要断更。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别忘记点赞、订阅、留言哦！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